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新的一周又开始了，狮子座新月是自我热情高涨的一周。8月17日，水星加入日火拱，为十二星座带来积极的能量，勇气大增。8月19日，狮子座新月是一次挖掘勇气、表达创意的新月。8月20日，水星进入处女座。8月22日，太阳进入处女座，思维、逻辑、分析能力都显著提升，能够更得心应手地投入工作和学习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十二星座8月17日至8月23日的具体运势，参考太阳和上升星座。本周运势红榜，吸引眼球，狮子座；爱情高涨，白羊座；财运缠身，射手座。本周运势黑榜，束手束脚，双子座；过于忙碌，天蝎座；心力交瘁，双鱼座。白羊座综合运势五颗星，事业上开始进入更棒的工作状态，更加主动、细心、有条理，工作效率、业务水准都大幅度提高。感情上魅力四射，表白成功率超高的，建议打扮出不一样的自己，多多参加娱乐活动、SPA、聚会、游戏、DIY 手工艺等等。财运上更容易有意外之财进账，可能是中了一笔小奖，也可能是家里提供的经济资助。学习上精力十足，有些歪打正着的感觉，繁忙的学业之外，也可能有一些娱乐活动，劳逸结合，寓教于乐。金牛座综合运势三颗星，事业上按部就班的进行，可能会把多余精力放在家庭上，只有果断处理好家务事，才能后顾无忧的处理工作。感情上开始变得更有条不紊，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细致的进展，部分人开始渴望恋爱，部分人对子女教育愈发重视。财运上可能有些新计划，尤其是和家人探讨一些财务规划，多多听取他人的建议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学习上学习状态不错，一方面可能会有特别灵感出现，另一方面可以主动投入各种提升计划。双子座综合运势四颗星，事业上人际关系相当活跃，你会有十足的创意和熟络的团队合作，很适合培训学习、团队建设、开拓客户、销售产品。感情上可能感到有些束手束脚，需要花更多精力去沟通协调家庭的琐事，宁愿宅家也不去社交娱乐。财运上很旺的一周，可能有工作方面的正财，也可能有藏在暗处的偏财。学业上表达力大大提升，有利演说、推广、合作、创作、学业相关事务进展，部分人会收到 offer、 考试、证件方面的喜讯。巨蟹座综合运势四颗星，事业上有长期的财富计划，本周是很好的部署阶段，可以尝试大胆做出某个决定，部分人有望升职加薪。感情上虽然可能有长期难题，但是本周开始变得更有同理心，多多社交有助缓解感情中的压力哦。财运上创业者收入颇丰，可能会接到某个新项目或是大单子，部分人消费欲望增强，有想要购物血拼的欲望。学业上思维力逐渐提高，日常沟通逻辑也逐渐明朗，是学习充电、思考价值观和财富状况的最佳时间段。狮子座综合运势五颗星，事业上表现力极强，迎来主角光环，本周可能会接到某个好消息，产生某个重要决定，迎来某个巨大的变化。感情上热情高涨，乐于自我表达，很受人欢迎，也很容易吸引优秀的异性，不过需警惕过去事件影响判断。财运上逐渐进入对财富精打细算的阶段，也将采取更务实的态度面对财富，部分人可能开始创业，迎来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学业上运势很旺，自主性增强，只要足够用心，所有的难题都将迎刃而解。处女座综合运势三颗星，事业上逐步走出阴霾，虽然仍免不了有些细小的烦心事找上门，部分人需警惕关键时候掉链子。感情上朋友缘很旺，能够因为他人产生一些新的感悟，可能依然有成就问题困扰，但是变得更有包容心。财运上会收到一些暗处的资源收入，可能会为了投资理财或者其他资金方面的事情奔波。学业上心灵感悟特别丰富，有些人会产生某个重要信仰，有些人会有很丰富的梦境和直觉，突然想明白一些事。天秤座综合运势三颗星，事业上乐此不疲地沉醉在各种社交中，可能进入某个新朋友圈，可能认识某个重要的朋友，可能发现意外瑰宝。感情上不愿意与他人分享，更愿意静静梳理情感，被动地等待他人联络等。财运上十分乐观，可能有意外偏财进账，可能工作形势良好，遇见命中注定的贵人。学业上很容易受他人启发鼓动，从而产生很多热烈的讨论，大家提升自己的新思路。天蝎座综合运势四颗星，事业上棒极了，有些人会收到升职加薪的好消息，有些人会遇到更好的发展平台，有些人会受到权威人士赏识，有些人会敲定某个大项目。感情上需要应付的人际增多，忙碌于各种团队需求，比如跑业务、拉人脉、社交应酬等。财运上迎来新起色，是适合规划工作、建立长远计划、谈合作、推进进度的一周。学业上运势很旺，建议建立长线学习目标，有助于学习动力提升。射手座综合运势五颗星，事业上是摸索前行的一周，虽然繁杂事务增多，外界的高要求让你感到束手束脚，但特别有助于拥有更远的视角看待前途。感情上有些暗淡，目前的你更适合和伴侣高谈阔论未来规划，或者一起健身旅游来点亮彼此激情。财运上偏财很旺，迎来收益高峰期，趁此机会试着大展身手吧。学业上十分有活力，不仅有许多独到的见解，还能接触更广阔的视野，有些人会收到学业方面的好消息。
摩羯座综合运势四颗星，事业上生活与工作井然有序，迎来高效运转的时光，接下去越来越务实，适合处理工作琐碎细节。感情上甜甜蜜蜜，温馨的爱意肆意流淌，但是注意不要过于现实，本周适合敞亮自己的内心，让更多人进入你的内在世界。财运上可能有不错的盈利，可能获得某些新资源，参与投资理财、合作借贷、遗产馈赠等事项的宝宝有望收获颇丰。学业上特别有助于梳理自身想法，将矛盾的心态解开，务实理性的思考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。水瓶座综合运势三颗星，事业上沟通十分繁忙，更加关注一些细节的思考，也可能会有外出跑动或者与他人谈合作。感情上是关系的受惠者，不仅有望迎来新合作，所有重要关系都将甜蜜无比。财运上容易过于敏感，但获利不错，在投资理财、合作分红、遗产税务、资源馈赠等方面出现一些精明的观察。职业上学习状态略有走高，适合自己独立思考沉淀知识。双鱼座综合运势四颗星，事业上工作状态很棒，可能会接到某个新项目，进入全新高效的工作状态，可能完成许多琐事，沉醉于与同事的欢乐互动。感情上不得不对关系付出更多心力，有伴者迎来一段以对方为重的时光。财运上是收入不错的一周，对现有生活状态感到充实甜蜜。学业上状态还不错，可以按部就班的完成现有计划。点赞转发，人生开挂。